奥利把钵钵鸡从中国唱到了北欧挪威。菲利帕不开心，躺在草地上抗议。我们开始请钟点工帮我们打扫卫生了。晚上很久没见的朋友来我们家做客。钵钵鸡，钵钵鸡。奥利亚，你跟谁学的钵钵鸡？我要表弟哥。嗯。钵钵鸡，钵钵鸡。一人一人的钵钵鸡，钵钵鸡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。钵钵鸡唱到了挪威。钵钵鸡。边走边停，摘花的小姑娘。钵钵鸡，钵钵鸡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。妈妈，别走！钵钵鸡，钵钵鸡。一人一人的钵钵鸡，这个好看。钵钵鸡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，是不是一元一份的钵钵鸡？一人一人钵钵鸡，两个能能垄断。好，那你继续摘。这另外一个白色的花。嗯，没错。白色的花，妈妈拍了，给爸爸看，爸爸看看，好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到了，又咱拿到了一个花啦，嗯，花在我的车里，采花的小姑娘，加油，一人钵钵鸡找到一个妈妈钵钵鸡。这还开始自创了呢。奥利维亚采了好多花了，这个还没呢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这里有花。嗯，停下停下，好，这个大的也是我的。嗯嗯，钵钵鸡，一个钵钵鸡，一人一人。又到了，钵钵鸡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，抓我呀！要抓你啊！怪兽，快抓我呀！啊、我是公主。啊，妈妈是怪兽，你是公主吗？呀！哇！嗯嗯嗯。原来公主在这里，我来抓你了。不行，燕老板，燕老板，那个可恶的，你可恶，你也可恶。哎呀，我追追追，我追追追，我追追追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是公主，你是变异啦！妈妈是变异啦！你是变异啦！我在打你的腿！啊！你说的那个怪兽名字妈妈都不知道，什么变异浪？大灰狼！啊，大灰狼！妈妈是大灰狼啊！这下妈妈听懂了。钵钵鸡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，一人一人的钵钵鸡。奥利维亚自己学的，我都没有教他，是不是奥利维亚你自己学的？钵钵鸡，你也会呀？妈妈也会吗？也会，咋的？妈妈是听你唱，妈妈跟着你一起唱。挪威的房子大多数都是这种独栋别墅，每栋房子都带着很大的院子。奥利维亚也来了。好勇敢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奥利维亚这样滑吗？这样滑能行吗？你好麻的！调皮！来吧，来了，奥利维亚小公主，来吧！来了来了。好刺激啊，是不是？小可爱。
你看看姐姐武力表，哇塞！我第一次喊，我说喊，嗯，那边发起。嗯，对对对，你自己加速，真棒！他们两个不是一个频道的，看到没有？奥利喜欢玩这种刺激的，然后菲利帕就是这种，好小好温柔。好啊，抓紧啦！这个速度可以吗？你是爸爸。嗯，好。嗯，对，坐下。比利方让我坐上来，让他推着我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呀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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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妈妈撞晕了。比利方因为看见姐姐有自行车，没给她拿自行车，她躺在地上抗议呢。躺在地上不起来了。小心给她拿自行车来了。嗯，你把爸爸叫来了，真棒！我躲爸爸自己上学。来，来了，比利帕，你看。妈妈，这个太多了吧？比利帕，太有个性了吧你？啊，你看吧，来，来，来吧。真想开心了！天哪，你这个小孩！这下满意了，是不是菲利帕？我们今天找了钟点工来帮我们收拾卫生。Emily.